对面远处有敌人，注意，我们下边就是敌人 ，W 方向很近就有敌人 ，W 方向很近，烟雾里边。先上岸，所以说要先找就近的地方上岸，不一定非得按照我的路线。梦说话的话，摁 T 键跟我说，要不然我收不到你的远程。Hello， 梦能听到吗？ 明白。怀疑他。梦，到时候你那个小队可能主要来消灭那个路沿路上的敌人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在你们路线后面负责断后，还有那个就是救人。前面有人在那里。那么等会我放出无人机准备走。梦，我们上岸了。我们也上岸。这个黑线是谁发的？ 梦，我们先按照我们的路线走了。好，没问题。然后那个炮艇的无人机，你需要的话随时告诉我，它很快就能飞进来。OK， 这附近可以了。好的，给你找个没树的地方去放。坑，你最好别在这坑里边放，在坑里边放容易那个丢失，其他人保持警戒。 梦，我们正在放飞无人机。明白。对了，红山，你之前是不是用过那个滑翔机，那个就美军那个大乌鸦那个无人机？是不是你用过一次？红山，是的。你以前是不是用过那个美军那个滑翔机的那个无人机，就是大乌鸦那个？那玩意儿我不会降落。 我那东西不需要降落，我就说你是不是用过电池什么？哦，有嘞，本来就有。梦，我们那个无人机已经放飞了，我们继续。你们继续移动。明白。对了，还有梦，你看一下你们车上面是不是所有的备用弹药都在你们车上？我们车上面没有。下来了。 我操！海军什么时候用过？梦，收到了吗？别直接进去。收到。K 哥在说，在那地方发现大量步兵，还有载具，那里边还是标记一个大范围那种。 我们把车停到前面树林里面。敌方有重机枪。下来了。重机枪皮卡。和重机枪悍马。梦，别进去。我停到这边山谷里。哇，好大一个坑。好，就在这儿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可能太前沿了。过地，还过地。 我们还得到时候还得有下去的速度。但是我在那个东边方东方向登陆的地方，发现了敌方的一辆武装悍马车，在守着海滩。我把人质所在的区域画出来。Kick 发现人质了，看一下地图上的位置，绿色的位置。发现人质。Kick 是 Kick， 等一下 ，Kick 哪个位置是人质？ Kick 发现有。 人质标的再明确一点。喂 ，Kick 收到了。好，标记收到了，我标记出来了。看地图，紫色标。地图上紫色的位置 ，Kick 拼错的那个玩意儿是那个人质的位置。把小车，等一下，我们把车隐藏在那个，不能开车进去啊。我看见了，你已经在转移人质。 友军已经进来了 ，K 可以攻击了 ，K 可以攻击了。有他。等待下个开火窗口。我在你的观察无人机上面。
下去，所有人下来，所有人下来，所有人下来，准备到下面前。收到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别让他那个，别太依赖他。 我们得下去帮他们了，别管那无人机了。自由开火。对 ，Cake 过来跟着我们接下来可以下去救人，自由开火了。自由开火。 收到，换掉他们的坦克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别让他那个，别太依赖他。看到了，打击效果应该不错。你过来找我们吧 ，Cake 先过来找我们，我们准备下去。哎呀，120肯定要坠毁了。让他坠毁吧，你直接过来找我们。梦，你们在攻击了吗？我好像听到你们枪声了。我们已经在攻击了。Cake到位了吗？ 我们得下去帮他们，别管那无人机了。收到。那个航空机炮在那儿。红队，我们下来帮你了。那是自己人，直升机旁边自己人。注意，直升机旁边装甲车是我帮的，看到了吗？那是个五九魔改。收到了吗 ，Cake？ 梦，那个刚才敌方直升机旁边装甲车是我帮的。敌方有敌方车辆，有人。 Cake 先跟上来，刚才在直升机旁边的是我方载具。好，收到。先下来，先。 下来，红山，有机枪在打。他们开火了。车辆击毙，我去看一下梦他们。梦情况怎么样？目前正常。好了，红队向我靠拢，蓝队向我靠拢，蓝队向我靠拢。 蓝队向我靠拢，我说了半天了。我被火力压制了。有掩体，有的走掩体。
前方路灯发有很多点，手雷是出，手雷是我扔的。后面有坦克，后面坦克。你我不明。蓝队给我往一方向推，梦，我们往一方向推进了。 梦，我们往一方向推进了，是否收到？明白，明白。往前走走，往一方向。好。有人吗？这附近？有，建筑物的有人。收到，去建筑物清一下，我看到了。手雷是出。一方向有敌人。一方向建筑物里边有敌人。 这个或者红山，你们俩谁来我这一下，帮我清一下这边建筑物。什么？没听清。帮我清一下这边建筑物。高刀，小心高包。友军在 S 方向过来，友军从 S 方向过来了。收到。注意，友军从 S 方向空地上面过来了。楼上安全。我靠，是自己人。K 下楼，下楼。好了，我们再靠近人质反。下楼往 E 方向走。走。E 方向，E 方向。击毙一个，路上面刚才有一个蓝队的人向我靠拢，往 E 方向走。刚才路上面有一个人。梦，你们情况咋样？我们在往人质的建筑推进了。我这边情况已经正常。收到，尽量也往那边推进吧，我们一会儿在那边见。那个人在哪？屋子里。建筑。我就。停火！跟我进去看看。开门，小心点，红山。都死了。K 停火吧，这里边都死了，我换个弹。哎，打爆弹给力。出来吧，这个屋里边其他地方进不去。去跟着红山，跟着红山。车上。车上的机枪手刚才是活的。N 一方向还有敌。收到。手雷掷出，往后退，手雷掷出。他在那石头后，我好像没扔过去 ，Kick 跟我过去。好。我这边发现人质在刷。N 一方向。N 一方向另外一边。在那边石头上边 ，N 一方向石头过去。需要上子弹，收到，你换子弹，我给他扔颗手雷，手雷掷出。红山，你在哪儿？再搜一下这附近。红队好像要你快进人质房了，已经进人质房了。已经进。击毙一个，车库里边击毙一个。收到。有人 ，ES 方向有人，检查一下建筑物，红山，检查一下建筑物。走近，我在你后面。收到，干得漂亮。车库安全。收到，我们下来了，红山走下去。红山不在。收到，Kick 先跟我一块行动，红山
爆炸一下，走出来。隔着建筑物肯定有人 take， 往这边走一下。红队注意，我们的人很快会出现在你们视野里边，注意交叉火力。这边有个悍马，等一下，这边有个悍马，小心。那个可能有人，有火箭筒。收到。看一下。哎呀，我卡在石头上。好了，我出来了，走。前面建筑物。自己人别看见。注意自己人。对啊，我下来了。收到。检查一下前面建筑物。梦找到人质了吗？找到了。开下门。这有人，击毙，里边就一个击毙。哎，那对面 S 方向对面打过来的。对面建筑物。SW 方向建筑物里边有人。梦 S 方向建筑物里边有人，对面。注意友军啊，别打错自己人了。收到，我看到你了。击毙，好像击毙了 Kate 那个人。对，可能击毙。等下还有一个，我击毙了。SW 方向敌我不明，是否射击？SW 方向发现一个敌人，注意啊！一般来说，看到深颜色的都应该是敌人。我帮坦克回来了。好，看到坦克。我在黄色烟雾弹附近，这是友军。我在黄色烟雾弹附近，友军。友军在我们后方。知道。注意，刚才 S 方向跑出来一个。雷良，我方 WN 反向是友军。说的。Cake 怎么样了？你们那边？停了。梦，重复一下人质什么情况？他的马在哪？能量？打掉了。在 NW， 就在咱旁边趴着。你右边。我看到。他们好像又打起来了。梦，你们那边什么情况？什么又打起来了？不知道，我们在仓库里面也有人质。收到，蓝队往那个仓库里边靠拢。蓝队往那个人质刚才所在的仓库附近靠拢。友军好像也过来了。什么情况？你们打什么呢？人质房也有投降的地方。应该是。我去断开一下。好了，我断开连接了。好吧，被你飞没电了，掉三站了，以后再打。SW 的方向好像有情况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好像又有人打起来了。友军装甲车。对呀，那个无人机没电了，坠落三站了。梦 ，SW 的方向好像又打起来了，我们拦组过去看一下。啊，我是装甲车。装甲车正在过来，小心点，友军装甲车正在过来，别被撞了。这个梦收到了吗 ？W 方向有敌人啊！我跟着你。收到。前面烟雾弹怎么走？悍马。那个人还活着，在车后面。直升机先不要，然后那个到时候他们会把人质带走。
收到了吗，梦？明白明白。右旋部队正在过来。SW。好像又有敌人过来了。看到不明车辆。是敌方，是敌人。注意，有敌人车辆从 SW 方向靠近。那辆防空车有没有被肃清？走，我们等。梦，另外一辆装甲车正在过来，等会儿我们上那辆新的装甲车，然后就可以离开了。是我方坦克吗？对，我方坦克。是是。看到了，大卫方向悍马旁边有敌人。听到好像那边有很多敌人的枪声，但是没看到敌人。操！山对面好像有敌人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山那边好像有敌人，蓝土过去看一下。小心点，友军坦克在我们后面。小心，我方坦克在后面。离开前，友军坦克在后面。对面远处有敌人，注意，我们下边就是敌人。W 方向很近就有敌人 ，W 方向很近，烟雾里边，手雷射出，搞炮弹打中，手雷射出，不不，就是敌人，我刚才看到了，制服都很明确，我都看到长什么样子。啊，我一瞬间看到友军标志。梦，你们情况咋样？能移动吗？一切正常，一切正常。我们在人质这个房间里，人质已经全部放了装甲车。哎，梁，现在交火规则是还击开火吗？还击，自由开火。你们看看，梦，你们看看能不能把那个人质那个，不是，你们看看能不能找到来接我们的那辆装甲车？找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刚才我看到是有一辆装甲。你这是海军的装甲车吗？对，应该是会多来一辆05式那个2000。这边有个友军倒下了。注意注意，我看到了另外一辆05式装甲车。有人在打你红山，有人在打你红山。那辆是不是？不然需要我现在开车过来解决吗？不用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刚才有人在打我们，撤！蓝队回去，我们装甲车到了。我们正在回撤，刚才有人打我们，已经解决了。梦，哪辆车？梦，后面一辆。我们前面这辆吗？还是后面的？这个是我方装。等一下，那里边是什么情况？啊，我方装甲车。里边有一群投降的。那个什么 等一下梦还有 Cake， 我们得等一下，里边这俘虏不能就这样放到这，等友军部队过来接管他们。梦，你刚才看到火箭筒，是我方的。梦，你刚才看到附近有那个友军部队在这儿吗？让他们过来接管一下。
好的，就这样。